想要体验到自行栽种、修行农作物的乐趣，唔免开大钱买农地，只要向嘉义市政府租用到市民农园，就当享受到绿化的生活。嘉义市政府伫咧大富路和大兴路交界的学校预定地开辟到市民农园，分组到有兴趣的民众来耕种。民众不只是会当接触到大自然，体验到田园乐趣，更会当互相交流农作物的知识，即家己种的安心蔬菜。市地首次欢迎冲击学童入学的人数愈来愈少，嘉义市政府将老处理校园预定用地文小二设置成为市民农场，号称是黄金农地，民众抢租用来种菜，上班族阁有退休的民众马上都欢喜，会当来做都市农夫。第一期耕作伫咧顶个月欢喜收成，参加的民众都认为接触自然农业，重新找回家己和土地的亲密情感，不只是家己种、家己食，更加安心，阁因此交到真侪的好朋友。嘉义市市民农园用地位置的老厝里，大富东街八号的边啊，总面积达到2.5公顷，分作五栋，逐年开放，以30平方公尺作为一个单位，每户一栋，认领承租一个单位。定期的市民必须要设置在嘉义市满6个月，定期了后由主办单位审查，资格无符合的人将被除名。每家户只会当租用一地，保证金和年租金拢是3000块。第一档因为必须爱饲地，唔免收租金，对第二档算起。现在市民农场持续招募市民农户，每30平方公尺一个单位，每档3000块，会当向有人国小的总务处来洽询，也满为止。嘛，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进用农场，享受伫咧都市当中的田园生活。最新新闻，张玉明、王小山、江义奇采访报道。